Qual que é isso, Chandler? Quem abre de alguma terra, recebe 10. Certo.你是没接好是不是？嗯。现在讲出来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先愿赔的，就是愿。有可能是分治的。愿赔的。你看你这个带个尖的已经哈，带个三角形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的尖还在这儿吗？我就琢磨有可能当初尖溜里面溜了一条。嗯，同志。扎到这儿，你也挺狠，我天哪！像小学出来，像初中时候都忙了。嗯，这还带了一块，你别再把这儿。哎呀，这里面这种咱听起来越疼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把这都豁开了，我天！这我给你修了一下哈。那尖都无所谓，我主要是修就那个尖儿的地方。嗯，这个尖儿一会儿给你剃了吧，你再过两天这个再剃。我来主要是看看那个边儿。嗯。我手里自己，我操，这目前看就不会把我脚给弄穿了吧？好了是。不疼，不疼。啊，这就是你自己剪的，很短，是不是？嗯，多少钱？那个是516一次，进口德国的。就是不长那边上。对，德国的特别好用。我们家祖传这种，祖传不是这个遗传呢。我妹花了好几千，就弄这东西，又矫正又弄什么药的，弄了一大顿，不行还不行。那他肯定矫正的不对，他用的那都是最普通的国产贴片，应该是。花了好几千呢。啊，你看价钱没有用这东西，还用什么药泡来着？把整个指甲好像掀掉了，怎么弄的？嗯，那你们是让人忽视了，这个甲沟炎当成灰指甲来治了。什么这个？这个老外东西哈，特别好用。他这个东西，他这个得做几次才能完全好？你是看严重程度吧？嗯，不是说黑国产东西，人家东西就是好用。我们用了这么多年，这个顾客的好评率太高了。它对症的东西，而且它的原理特别简单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贴片，国产的普通贴片，拿胶水一粘给它粘上去。然后我们给你介绍来，让人先来试试。你看我们，嗯，我们它这产品都是德国的，桌子上摆的。我们今年弄了一大阵，忙活了一个多月，又擦药又啥的，